全民拼经济促转会却只会改台币，天外飞来一笔自比娃娃机，要求转型正义也要铸币，而且是加码大改版，要花288亿，天价可以让全国110万名学童营养午餐吃21个月。新闻央行却被打脸，现阶段没有改版计划。军队同样全面去奖，国防部也说不可以，因为奖功不只是国民革命军之父，更是陆军官校第一任校长，历史定位与功绩不可磨灭，再加上军队国家化，基于尊重历史，营区将维持现状。中正纪念堂三军一队表演，促转会也有意见，但这回是文化部与国防部互推，双方都说不归自己管。这不是总统说的算，也不是促转会说的算的事情哦。期待促转会必须做很多的调查研究来厘清这个真相之外，那么也能够搭建这个平台，有不同看法的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能够交换意见。举着转型正义大旗，促转会仿佛太上皇，管得比总统还要宽。九合一民进党大败，行政院检讨报告，难怪战犯就有他。促转会的东厂事件更严重挫伤政府的公信力，让改革更进一步蒙上阴影。才被阁揆检讨过，总统又亲自踩刹车，就怕促转会无限创意，又拿国家经济开玩笑。2020绿营还会输更多。记者林佳慧、王志文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